给宝宝做帽子啊，做鞋子啊，做衣服啊，这些我的作品发到群里之后，大家都觉得啊好漂亮啊，你太厉害了，这就让我得到一种认同。哦，我就觉得啊，这是真的，我还可以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那是就是除掉正式工作之后唯一一个就是占据我生活大量时间就给我精神支柱的一件事。